当未来丈母娘发现我骗钱，干啥呢？你俩搁这？哎，你上次说车里空调不制冷，加那个冷却液，花多少钱？哎呀，那都多长时间事儿了，这都忘了都。正好今天我妈在这儿，咱把这事儿给说清楚。2000。2000、嗯？你家的金子呀？不是。什么玩意儿不是啊？你闺蜜收花了1000，她骗钱收花2000，你爸收花5000，你这明显诈骗吗？不是，哎，媳妇，等会儿，你听我狡辩一下啊。我花2000，对不对？咱车开多少公里了？10000多吧。啊、嗯、啊，那咱妈花多少？花5000。那我没记错的话，咱妈那车得开了3万多公里了吧？3万，是不？你看，这不就对上了吗？我花2000，对不对？是1×2。你闺蜜开多少？好像300多公里。那你闺蜜被骗了，你给她打电话，这是。哎哎，别别，媳妇，不能别打电话。别打，人两口子事，咱跟仓鼠。啊，对你这人两口子，咱不能掺和，不好。嗯，那走吧，带我妈出去吃口饭。你不去，伤心了，你这车不想开了。我干啥车不开的？我给你补2000，咱补偿你行不行？我给你补8000，行吗？但是以后可不许这么误会我了啊！知道了，快走吧。不对，这可不是看钱啊！我跟你讲，就是不许误会我，听见没？嗯，知道了。啊，那走吧。守着啊，是的。